大家好，这是前天咱们捡回来的那两只贝鸟，给大家看一下，长得特别快啊，前天捡的时候还没有羽毛，看一下，今天这一只羽毛已经出了这么多了，这一只小一点，这是老二，这边这个是老大，又要吃东西了，看他们的嘴巴。我给他们准备的食物，这是我用西红柿拌的，咱们来弄一点喂它，开饭。好像太大坨了，吞下去了。哎呦呦呦呦，拉粑粑了。哈哈，这是上一顿给它喂的西红柿，这一只还没吃到，来。吐了，掉了一点。开饭，开饭。太大坨了。旁边这一只又等不及了。有点多了，吞下去了，开饭。一敲这个碗它就张嘴了，饱吗？吃饱吗？好像差不多吃饱了，还要吃，再喂点，来。吞下去了，这一只还没吞下去。都吞下去了，好了，差不多吃饱了，他们。这个老大胃口要大一点，他还想吃，我们再给他弄点，来，老二又张嘴了，再给他喂点，这鸽子跑过来了，它也想吃。好吧，还剩了一点，让你吃吧，不要啄它们就好了。哎，有点危险了，走开！我看你有点想啄它，拿盖子给它盖上。现在就非常安全了。鸽子也啄不到它了，有时候还怕伯劳啊那些猛禽过来，可能会有危险，所以我用这个筐子。它们在筐子里面非常安全，放在这里晒太阳。